开始吧。首先把这个人孔垫就这样放好，然后两边对角按，往下按，垂直往下按，啊，不能往一边赶。如果从一个点往两边赶的话，这个垫子是越赶越长。然后这个垫子是个梯形的啊，一边窄一边宽，窄的那边是往城里边放的。你看现在这个视频是从一个点往两边赶，越赶越长，越赶越长。